就是。嗯，季强回来那边出来了，志强在这里。奶奶，爷爷，奶奶，爸，乖乖，爸，好，我们快回家吧。好。志强，啊，爸，又在想你妈了。我一定要找到妈。你还在恨我，爸？我，我不怪你。18年，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18年来，我透过各种关系，运用各种方式，找遍了全省每个角落，可是从来就没有一点他的消息。这18年来，我每一天都生活在自责、彷徨与不安中。是我辜负了你吗？是我拆散了你们母子？是我？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吗？院长早。你早。哦，杨秘书。嗯，我刚从国外回来，对于疗养院里的一切都比较生疏。至于院务的推动方面呢，我希望杨秘书你多费点心。我会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病患呢？是的，我已经吩咐他们照院长的意思，从今天起让病情稳定的病患参加整理环境的工作。很好。其实精神病患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重新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重新回到社会。嗯，像从前那种铁窗深锁的方式，只会使病患的病情加重。那种方式可以说是完全的不负责任，而且是落伍的方式。嗯。怎么样，还好吧？哦，对了，杨秘书，等一下麻烦你把病患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来。嗯，我想对院里的病患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好。院长，他每天抱那只熊猫好像抱他儿子一样。哎，哦，杨秘书。嗯，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黄秋霞。啊，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妈，住口！你不要插嘴。你跟国荣在一起，只会害了国荣。淑华，你希望他来破坏我们林家的门风吗？这，秋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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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霞，你，秋霞。
回去吧。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我根本配不上你。我怀孕了。你好坏呀你！你别跑！我要抓到你！来啊，来抓！抓！抓！抓到二，你亲一下。啊！不要不要不国荣，妈，听说你最近还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啊？妈，我已经决定要娶她。不行。妈，秋霞是无辜的，如果有错，也是上一代所造成的。不用说了，我绝不答应你们的婚事。妈，我一定要娶她。你，妈。他已经有了我的孩子。黄小姐，这钱你收下，请你马上离开国荣。黄小姐，我已经知道你有国荣的孩子，不过我不告诉过你了吗？我不可能让国荣娶你，所以你肚子里的孩子希望你早一点处理。不行，孩子是无辜的。黄小姐，算我求你好吗？拜托你，
你离开国荣好吗？不，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黄小姐，以后你也会生儿育女，也会为人母亲，你应该了解做母亲的那份望子成龙的心情。我只有国荣这个儿子而已，我们林家的产业完全靠国荣来继承。我不希望我儿子将来因为他太太的身世而影响到他在商场上的声望，更不希望你毁掉他的事业前途。我会离开国荣，但是孩子是我的，我要抚养他长大。我先告辞。碰见哦，啊！伊无要甲你负责，啊无啊！伊是求讲你无爸无母无亲无家属，还佫有这个阿姨啦。你若唔敢去找哦，我再来找。阿姨，莫啦，我无想要佫再甲伊计较。无你讲甚物囡仔话啦？啊！你食得伤够呢？我阿姨，我要将囡仔生落来，好好请养。啊，秋霞，你家己都爱知影啦。人虽是足毒的啦，你还袂出嫁啊，就关迄个毒啦。厝边隔壁遐尼侪人啦，一人若一句就好啦。你以后的日子哦，是足歹过哦。怪忍耐。好啦，既然你敢安尼坚持哦，阿姨也无啥物有通讲啦。以后你是要安怎拍算？我想讲先找一个头路，以后的代志等老囡仔生了再搁讲。好啦，无你暂时住阿姨家啦。要若是找头路的代志吼，阿姨再甲你斗注意看卖。陈老板做人足好个呢，啊，佫有钱哦。阿姨做船厂哦，佫开到偌大间个。有人伫个无？有人伫个无？请问有甚物代志？啊，借问个陈老板，毋知有伫个无？你来面坐坐，我来去请伊。啊，吴小姐，欢迎你加入我的工厂。多谢。做船厂也是分做几个部分的，管理上是非常复杂，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哦。好，陈老板，我知影。
灿秀。哎呦，你那唔当抱啦！你无听人讲新来新娘嫁来细囝，生落你就惨。来，阿妈伊酒哦，加食一挂，后摆较有恁通互囡仔食。来，秋霞，我食到这么多岁哦，都看你上勇敢啦。家己住一间厝这么大间，还生囝搁无防灾，啊，家己生家己长财，啊，你算命足牛的哦，足牛的。阿姨，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什么代志？我想讲要过来上班，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尼母来带小强？这啊，免找啦！啊，到我遐个狗丁狗孙，大家面遐大汉啊！啊，我盈盈，你厝也无创啥，规日这条钱都给我赚。啊，我三不五时要跟人垫一个，唔只有交本，对无？喂，你两个好未啊？啊，啊，啊，那讲袂听，可能赔了钱。好未啦？这是算到要出国准备去的啦，无你想啦，死人哟！你那算到安尼袂晓看啦，干那样死袂晓教。你骨才笑话，干那我就会死哟！你臭娘哟，我就话你无听哟，做一工就唔情唔愿，干那遐地位，靠我念，靠我念。一定。一定。一定。嘿，秋啊，要来抱囡仔哟。我抱啦。手会酸吼？袂啊，你再给你擦袂？袂啊，真乖，拢袂爱。哦，迄个较差啦，你较差啦。你啥啦？你是机缘哟。秋啊，阿姨，啊，我着煮好啊，要食食才转啦。啊，唔免啦，我要来转啊。啊，阿姨，这是这个月。啊，唔免啦，咱家己的人，你值什么钱？歹势啊，免搁跌落。到位啊，无要紧啦。我行好啊。我来等哈，较注意啦。乖乖嘛哈，乖乖不哭啊，乖，不吃香啊。乖乖，乖乖乖啊。哎，你看看。好好玩啊！笑一笑，笑一笑，你看，哎，来吃肉哈。你怎么不吃呢？我身体不舒服，吃不下。那可干的呀！什么时候发烧的？我嘛不知，吃阿妹死，伊讲伊吃袂落，我才知伊发烧。烧到四十一度半呀！先生啊，小强是什么病啊？我看是出病啦，啊，过去我感冒，所以才烧到这厉害。较注意，烧那是无提啊，现真歹讲。有人烧过头啊，第时个变成小儿麻痹啊、痴迷啊、哀告呀、半身不遂啊，甚至……先生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来救这个可怜的囡仔。我会尽力啦，以后较注意啊，一个到倒来提哦。我啦，我跟你来去。你知道，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要跟你在一起，你要活着，妈才能活着。
妈也要跟你一起走，妈妈舍不得小强。天公伯啊，你爱保庇，爱保庇小强，会当渡过这个难关，也保庇这个囡仔会当平安无代志。天公伯啊，你都爱有目睭，爱赶紧救这个囡仔。天公伯，秋华，秋华。我全部的希望，我求你，让伊小金弟变更好。我愿意这块血收予伊。王爷公，我求你，我求你。秋华，小强，小强，你才是好客，你才是好客。秋华，这囡仔有影袂白差的呢，一个好到底啊，腰傻傻，我唔知紧滚咩要食。阿姨，多谢你。哎呦，多谢什么啦？秋华，拄仔先生要走吼，讲小强会病会好吼，这是一种的奇迹呢。我想吼，这拢嘛是你的爱心哦，来感动到天公伯，唔只有小强会变遐尼紧就好起来。小强，老师，你怎么不画呢？老师，我没有见过我爸爸。我也没有到。哎，还给我吗？还给我吗？还给我吗？
人家，要你管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没有爸爸的野孩子。谁说我没有爸爸？那你爸爸呢？叫你爸爸来啊，叫你爸爸来啊，没有爸爸的野孩子。你再说我就打你，怎么样？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手伸出来。跟他吵架，不敢了。还干嘛跟他打架？我不敢了。还敢不敢？还敢不敢跟他吵架？我不敢了。是他们先骂我的，他们骂我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我不是野孩子，我不是野孩子。我到底有没有爸爸？有没有爸爸？有，当然有。那我爸爸在哪里？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不告诉我？妈，爸爸为什么不要小强？为什么不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明天是母亲节，老师现在要教你们唱这首歌，你们学会了以后要回去唱给妈妈听，然后告诉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知不知道啊？知道。好，现在我们开始唱一遍，老师唱一句，小朋友跟着唱一句，好不好？好。来，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每妈，什么事嘛？你到底要不要听嘛？好，我听。你说。妈，老师说明天是母亲节，他叫我们唱一首歌，叫我们回来一定要唱给妈妈听哦。好啊，你唱啊。你要仔细听哦。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找，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心能听到我心里的话。傻孩子，王爷公是神，他当然听得到啊。如果我想什么，王爷公是不是都能答应？王爷公大慈大悲，只要是好的或是对的，王爷公都会答应的。哦，我知道了。嗯，爸妈喝咖啡。啊，我们已经尽力了。那胎儿有没有怎么样？很抱歉，他已经流产了，这是习惯性的。你儿子他应该知道。国荣。是的，他以前曾经流过几次产。院长，我的媳妇儿以后会不会再怀孕？你的儿媳妇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啊。我这辈子注定没有孙子了，我看也只有如此了，否则会害了你儿媳妇的。国荣，国荣，伯松，这怎么办？难道我们林家就这样断了香火了吗？现在剩下就装修部分，其他都没有问题啊，再过几天呢、都可以全部完工了。张老板，那边那位女孩是谁啊？是公司会计小姐。啊，那个小孩呢？是他的儿子。哦，王经理，你说这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错不了。这么说，秋霞孩子没拿掉，那那男孩是我们林家的骨肉，我们林家有后了，有后了，伯松，我们林家有后了。嗯，把眼睛闭起来，不可以偷看哦。嗯，哎，快点嘛。嗯，好啦，可以张开啦。哇，喜不喜欢？喜欢，送给你。好啊好啊。妈妈，我也有礼物要送你。真的？你先把眼睛闭起来。妈，快闭嘛。数到三才可以张开哦，不可以偷看哦。一
小强，小强，哇，吓我一跳！你这个小鬼啊，胆小鬼！礼物呢？在这里啊！妈妈每天工作很辛苦，我要帮忙按摩。有人在吗？我去看看。嘘，嘘，进去不要了。嘘。哪位啊？伯母，很久不见了。嗯，请进。小强，妈跟奶奶说话，你先出去。那是谁的奶奶啊？妈以后会告诉你，你先出去。好。小强，来，让奶奶看看你啊。奶奶，你跟我妈妈慢慢谈，我先出去玩。乖，小强乖啊。你把孩子带得那么好，一定吃了不少苦。我看呢，我们还是明讲好了。今天我是来要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把小强还给我们。我知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你把小强还给我们，你所受的苦我们一定会补偿。只要你开口，我一定尽量做到。不行，我不能跟小强分开。事实上，小强是我们林家骨肉，也是国荣儿子。不是，小强是我的儿子，谁也不能带走他。对不起，你可以回去了。小强跟你们林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既然如此，我们只有法院见。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们林家有的是钱，不管任何代价，我一定要把小强要回来。奶奶，小强乖啊。奶奶给你钱买玩具啊，小强。嗯，妈妈说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奶奶再见。妈，你为什么要逼秋霞呢？我哪里是逼她？我是为他好，减轻他的负担呐。小强不是玩具，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叫我如何跟秋霞开口呢？国荣，为了延续林家香火，难道要妈妈跪下来求你吗？妈，我了解秋霞，小强是她的命，你要带她回来，等于是要她的命。妈，我求你不要拆散他们母子。不要说了，小强是我的孙子，也是你的骨肉，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既然你不去，我只好用法律来解决。跳来，哎，你要小心啊，有水啊，走那边。
如果你也是要来要回小强的话，对不起，请你回去，小强是我的。秋香，你不要叫我，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当初你们甩掉我，就像甩掉一个破玩具似的，把我甩，把我忘了。你母亲还送我一把刀，一把要我亲手杀了我儿子的凶刀。还好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就因为我没有这么做，现在这把刀反而刺在你们的心上，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秋香，现在你们想到我，想要来跟我要回小家，有这么好的事？当你们高高兴兴吃着山珍海味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母子吃饱了没有？当你们舒舒服服的躺在暖气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母子睡在哪里？当左邻右舍以那种嘲笑的眼神无情的指指点点着我这个未婚大着肚子的妈妈，我那种比死还难过的心情，你们知道吗？不错，你们有钱，你们有的是钱，你们以为钱是万能的，你们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世上任何的东西，所以你们现在用钱来买回小家，买回你们以前所犯的罪过，是不是？秋霞，其实我来是有件事想拜托你。拜托我把小家还给你，对不对？好，你带走，你现在就把小强带走，我不愿再见到你，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这辈子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妈，你不要哭嘛，我会保护你。你是谁？为什么欺负我妈妈？你是坏人，你走，你快走，你不要碰我。小强，你走，你走啊。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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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霞，我不是来拆散你们母子，我是来告诉你们赶快办离证。我妈已经找过律师，她想走法律途径要回小强。她怎么可以这么做？相信我，秋霞，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更不会让小强受到伤害，我会站在你这边的。为了小强，请你赶快搬离这。陈律师，这场官司我们会打赢吗？哈，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这点事包在我身上。嗯，好。秋霞，秋霞，伯父，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请里面坐。秋霞，我今天来是看你跟小强，并没有其他的意思。谢谢你的关心。你住这里习惯吗？习惯。要是想给小强接受好的教育，还是回台北比较好啊。只要小强认真读书，我想在哪里读都一样的。哦，这个房子是租的还是？是租的，一个月3000。我想把它买下来，当作爷爷送给小强的礼物，你肯接受吗？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不过我不能接受。好，以后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来找我。黄秋霞。
王浩信。啊，来了。哪里寄来的？地方法院。华燕的传票。秋霞，伯父，您是不是能跟伯母说，请她撤回告诉？好，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伯母，怎么，你来了？你想通了？你说你要多少钱？住口！你胡说什么？陈律师，马上给我撤回告诉。啊，这为什么要撤回告诉？我不答应。不答应？不能让你不答应。你只会为自己设想，你也不替别人的立场想一想，一天到晚邻家相火，邻家相火，这样就要将人家的母子拆散。当然了、啊、邻家相火很重要啊。如果秋霞失去这个孩子，你知道她会多痛苦啊。你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吗？陈律师，马上撤回告诉。这是我立刻撤回告诉。要是想给小强接受好的教育，还是回台北比较好啊。你只会为自己设想，你也不替别人的立场想一想，一天到晚邻家相火，邻家相火，这样就要将人家的母子拆散。如果秋霞失去这个孩子，你知道她会多痛苦啊。小强做错了什么事？小强，小强是个怪孩子，妈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过你一定要乖乖的听妈的话，知道吗？好，我一定听妈妈的话。
小强，妈刚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没？记住了。妈，我可不可以把小熊带走？当然可以。以后我想妈的时候，就抱小熊。就像他抱妈妈一样。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请进。小强，她是你奶奶，快叫奶奶。快叫啊，叫奶奶，奶奶。小强，乖。秋霞，今天找我来什么事？我想小强让你们带走。我考虑了很久，从小我也是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知道没有父亲的痛苦，我不要让小强跟我一样变成个孤儿。伯母，小强是一个很乖巧又懂事的孩子，我已经把事情跟他讲清楚，他会听话的。妈，请你好好照顾他。秋霞，请你原谅我，我以前太自私了。伯母，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现在做了母亲，我了解做母亲的心情。如果换成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秋霞，我很感激你，谢谢，谢谢。小强，妈。爸妈带小强回来了。哦，小强快叫爷爷。哎，快叫爷爷。小强，小强，爷爷。好好。爷爷，从今天起，小强要回来陪爷爷奶奶。好，来来来，快过来给爷爷看看啊。小强，爸爸，我讨厌你。爸爸，我讨厌你。小强，不要哭，乖乖。爷爷，来来来，爷爷夹给你吃啊啊啊啊！奶奶夹鸡肉给你吃。来，好吃哦，快吃。
子想快跑，扑进妈妈的怀抱，幸福想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想更吵，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想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想不了。淑娟，国荣，我想了很久，爸爸妈妈他们那么疼爱小强，林家不能没有他，秋霞更不能没有他，所以淑娟，你怎么这么说了？我走，我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可以去把秋霞接回来，你们又可以过快快乐乐的日子。淑娟。我已经错过了一次，不想再错第二次。淑娟，你不要胡思乱想。市长，何教授是出来去的。会计小姐，你的电话。不让他做了。我去听一下电话。请问你是黄秋霞小姐吗？啊，我是，请问你哪位？我是国荣的太太。小强，小强不见了。什么？他是什么时候不见的？他会去哪里？我想，他可能会去找你，麻烦你特别留意一下。好，我知道。啊，那我现在回家去看一看，谢谢。妈！妈！妈！爸！
小强。跑回来，爷爷、奶奶、爸爸，还有新妈妈，他们都会着急。万一你在外面受伤，妈怎么跟他们交代？妈，我要妈，我好想你，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小强。听妈说，不要不要，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我要跟妈在一起。小强，你才不管，妈就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再不要见你。妈，你不要躲起来，小强以后会听话，小强以后会听话。妈，你不要躲起来，不要躲起来，小强会乖，小强会听话。小强会乖，小强会听话，小强会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淑娟，小强有没有消息？刚刚秋霞来过电话，说小强在他那儿，明天一早他就会把小强送回来。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小强不听妈妈的话，偷偷跑回来。还有呢？小强让爷爷、奶奶、爸爸还有新妈妈担心。你为什么要偷偷跑回来？妈，我晚上都梦见妈妈，饭都吃不下，读书也不专心。让小强回来好不好？小强要跟妈妈在一起。妈，小强要跟妈妈在一起。妈，小强要跟妈妈在一起。小强要跟妈妈在一起。妈，小强要跟妈妈在一起。妈，小强要跟妈妈在一起。不许哭。妈，妈骗人的，妈说的都不是真的。妈要小强，对不对？妈骗人的，妈要小强。妈，妈骗人的，啊，妈要小强，对不对？妈，妈，你还想挨打是不是？妈，你打我好了。小强留下，小强愿意挨打。妈，你打我好了，妈，你打我好了，妈，妈，你打我好了，妈，你打我好了，妈。小强，你再不听话，妈要躲起来。回去以后你要怎么做？我会跪的。
的，求爷爷奶奶原谅我。好，那你做一遍给妈妈看。爷爷奶奶，请你们原谅小强，小强以后不会偷偷跑回去找妈妈了，小强会永远孝顺你们。小强，小强，你不是答应妈不哭吗？你这样子让爷爷奶奶看，会笑你的。小强，勇敢，把眼泪擦干啊！爸，小强以后会想妈妈的。妈不是告诉你，每个礼拜都会写信给你吗？妈，我也不想哭，可是眼泪自己流下来了。妈，妈，不要哭，我也不哭了，我会勇敢，我帮你擦眼泪。对不起，小强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已经答应我，以后不会让你们再操心了。秋夏，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收才好，真谢谢你啊。我先告辞。小强，小强，爸爸。
小强，妈，妈，等等我，我看你一定的。小强，你听我，小强，妈，小强，我要看你一定的，妈，你不要走，妈。不要哭嘛，小强。妈。小强，小强乖啊。我讨厌你，我讨厌。小强，我讨厌你，爸爸。小强。是，好久没有妈妈了，有妈的孩子像快跑，走进妈妈的怀抱，心不想是三只有猫，没妈的孩子想更吵，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难找，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一定去找他母亲了，有没有跟秋霞联络？我已经跟秋霞工厂联络过，他们说今天晚上台风要来，他提早下班了，我没有办法联络到他。嗯，这样我们赶去看看。秋霞，快开门呐，秋霞，快来开门喽，秋霞，来了，快一点开门，来了来了。伯父伯母，怎么了？秋霞，小强有没有回来？他发生什么事上去再说。上去上去。伯父，小强到底怎么了？失踪了，我们以为他来这里啊。他没有回来过啊？没有。外面风雨这么大，他会去哪里？他回来过，你看，这是他的小熊。他回来过，他回来过。小强，我要去找他。秋霞，我要去找他。秋霞，秋霞，你镇静点。是啊，听话，你要镇静点。秋霞。不对，你傻孩子，你是把妈妈躲起来，所以你不敢回来。妈妈是骗你的，妈妈对不起你，小强，你现在是在哪里？小强。开门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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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脆这样，你们两个人在这里，我跟国荣出去找。好，妈，走吧。嗯，小心一点啊。嗯。
到没有啊？观世音菩萨，我求求你，让小傲强平安的回来。如果我有什么罪过，你惩罚我好了。小强是无辜的，观世音菩萨，我求求你，让小强平安回来。我求你。想什么，王爷公是不是都能答应？王爷公大慈大悲，只要是好的或是对的，王爷公都会答应的。哦，我知道了。王爷庙，小强一定是到王爷庙去了。我是小强，妈，我是小强，妈，我是小强啊！不要抢我的，不要抢我的，我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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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不想